迄个就是四个一个辅导，四个一个大学生，考着小学，考着以前的中学，就是这啊，等于四个学校才辅导一个一样的，四个学校才也是大学生，考小学，考着以前的中学，就是等于四辅四辅啊，同样四个学校才辅导一个四个学校才。然后唯一剩下把它给整个小手臂关起来，然后大圈套小圈，套到前面就是后面就不要这个重量了，吸呼吸吸起来呼啊，然后纯无极纯阴纯阳有了，最后这个无极整体向前到前脚掌，向后到后脚跟，向前到前脚掌，找到最稳的这一点，容易最稳的这一点，用力量重一点，然后眼睛闭起来，舌头轻轻点住上颚。配合呼吸，吸气吸气的时候，肚子往右贴，胸往背后贴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你也可以想象在吸呼的时候，中间没有摇，也想象一下吸到前脚掌，呼到后脚跟，吸到前脚掌，呼到右前脸上一点，啊，这叫呼吸。平常我会纯阴纯阳和联合起来做，纯阴，啊，纯阳，是联合起来练做啊。所以平常我在这里实际上是我做这个。无极纯阴纯阳，纯阴纯阳联合起来做，这两个合在一起，这个是一组，都是平颈部的高站式。第二组呢叫平颈部的中站式，两脚比肩外侧稍微宽一点，然后屁股就坐在一把椅子上就好了，不要坐到很低，坐入一点点就好。坐入以后，两只手捧着，我以前喜欢说捧着一个大马桶，用侧纹能这样去纹，尽量距离拉开，胸口不要去碰着。手大拇指竖起来，四个手指向前，手垂下来。这个时候配合呼吸，吸气的时候肚子往腰贴，胸往背后贴，手尽量不动，不要起伏，不要手心变化，不要高低起伏，背也不动，只是胸部贴腰背。你看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呼的时候不要去用力呼，吸，呼放在那，吸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啊。用腋后侧呼吸来带动胸的动。第二个，这个叫刚才叫开合抱，这个叫迎春。大拇指两个手开开去，四个手指向前，手像捧了一样东西，也要配合呼吸，吸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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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掉。这个叫迎春。第三个，平开手从脚的内侧往外平开，大拇指呼后撑圆它，食指。跟脚对拉把长，我喜欢说五马分尸，有五匹马，这匹马把你拉绑着手要往你那边拉走的时候，你要收回来，这个拉走是要收回来，这个拉走跑要收回来，头被人拉走了，胸口要吊起来，对拉把长，然后放掉，这叫平开式。啊，第四个叫岁寒，又叫猴形，像只猴子，两个手。去扎一样，东扎起来就向前提，两个手尽量平起，尽量摆平，手背尽量朝上。看看，很简单，甚至很难的。吸，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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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叫睡盘。这是第二组啊，总共八个。第三组呢，主要是以肩胛为主的。第一个，两个脚并在一起，后侧45度。手也是这样并在一起，掌根向前，呼后撑圆。这个手一个是掌根向前，一个是阳掌，然后人斜了，背要摆正，胸部往后拉，头贴着身体向后拉，这个叫自中合。拉开来，你可以吸呼掉，吸，像一个皮弹弓啊，弹弓前面摆着不动，整个身体是个弹夹，向后。换个脚也是这样，一定要头贴着身体向后走。啊，这个叫自中合。第二个虎式，两个脚90度变成45度，脚向前，然后身体要摆正，两手好像拉了一个绳子一样拉上去，把重心移到前脚，后脚是松的，可以收回来一点，膝盖对拉上去。唯一摆正，坐，然后拉到这里以后，手撑在地上，左右看一下这个边轴转，左右看一下，然后头从下面转起来，
像神龟术，眼睛睁大，然后配合呼吸，吸气的时候肚子往腰贴，胸往背后贴，鼻子气吞进去的时候，喉咙给它张开，好像这个水流进去一样。好，放松，放掉，换个角也是这样，身体向前移，移到前面，要放松一下，哎，左右看看，头从上面转起来，眼睛睁大，这个叫虎刺啊。第三个。这个尖叫是左右动的，一个是由后向前，一个由前向后，这个左右动的，脚135度开去，后脚，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前手掌根扶着前面一墙，后手推着墙，中轴领着身体向前，指手后手向后撑的时候，中轴前移，这个时候尽量不动，然后你习惯了，你可以翻动，翻的时候两个小手也一下翻动，啊，但这个动作难在哪里呢？来，你看啊，膝盖要跟脚尖一个方向，都叫膝盖。难在哪里呢？我这个脚先了，这个脚先过来，中轴移到边上，然后这个脚再过来，这个再走到这里，后面还有坐在一把椅子上，然后头顶着身体向前，向前的时候一定要走直线，啊，再过来，这叫横冲万里。这个是第三个，第四个叫静略，就是提手的，把脚提起来，一条线，然后两三条线，后面背靠着墙，这里也是靠着墙，不动如山，静如山岳，像大三角一样很稳，背靠这个三角前面是三分，啊，这样，换个脚也是这样，这是四个，最后三四十二，最后一个，第十三个，也是从这个开始，拉弓绳先拉上去，你去想象是像一把刀，砍下来，前面一条河，把一条水给它砍断，就这意思，砍下来，中轴由后移到前面了，砍下来，然后边轴左右转，左右转的时候把手撑起来，好，再放掉，回到后脚，再移到前脚，再左右转。中轴的向前后移动，加上左右运动，看看很简单，这个动作比较难的，换个角也是这样。中轴身体向前移动，左右拽转，放下跟到后脚，向前再左右转，啊，跟着我整个一组练一遍。